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金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、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各位家中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啊，各位累劫完成祭祖，中华民族15,615世，列祖列宗祖冠灵。咱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主冠灵，要日本啊赐福派下到现在124位天皇主冠灵，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主冠灵，世界789次战争王室主冠灵。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咱继续来讲解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呢，咱若悟到的时啊，你会哈哈大笑。咱无论做事业，一定会成功。那么开启大智慧会。一定会弯弯，我都开启大智慧会。但是你要领悟到《金刚经》含生活合二为一。啊，今日早起啊，亚都就是尼泊尔这位大师啊，啊，仁波切大师来咱学佛寺，要建设一间道场。好，也希望我会当甲到提供意见、甲服务。我当然我嘛是真正欢喜啦。啊，仁波切咧，伊是非常非常的慈悲，少年人真正慈悲。伊不要讲咱啊北京语，伊就是来台湾去读中文学校。的语言，那么你也看，甲看起来，伊应该袂晓讲咱台湾话甲北京语，结果伊一口的流利的北京语，好，咱表面看呢，伊袂晓，结果所讲出来标准的话语，比咱国语可能袂啥较输。伊为着要度众生，为着要度咱台湾这有缘的大众，会当认识佛法，学习佛的行住坐卧四位仪，所以伊啊来学咱台湾话，甲学习着咱的啊北京语，咱叫做国语啦。啊！伊咧，这位菩萨，这位仁波切咧，
啊，我讲，我的法门是世间法，我干那捌易经甲风水安尼尔，其他我唔捌。那这位仁波切，非常非常的慈悲良，而且某某人你莫少莫客气啊！啊，我知影你对易经甲风水方面。啊，有这个认识，啊，都有这方面的独到。啊啦，伊讲我对咧，先有些道场的建设，看会出来，这是一种调和。所以咱先有些中本山的建设，是一种调和啊。啊，那是山乌甲白。条乌的白白的，就是太极，阴阳两界。那么这位仁波切了，伊所看的咱世的建设，看的阴阳两界的问题，不是看啊，你啊乌条啊，白白，那是乌多乌白两多，拢是先有世的。我本来都乌白两道拢是这回事嘛，你这个起烦恼的时，咱就乌道嘛；我这欢喜的时，你就白道嘛。介意一个念头，所以各位，咱目睭要看的物件，你爱去顾，爱去夹，咱无干那想我想的安尼尔，绝对不是这样尔，唔是遐个肤浅。内底有内容，所以讲伊当修啊，咱是为什么法门？易经内底就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就是咱一个真正落魄的人，伊嘛有一天伊会成功呢。伊内底嘛有有阳有灵性呢，唔是讲哦，咱都看不起耶，达这边呢？去吃嘛，做三年的皇帝，嘛三年的好运呐。啊，你做皇帝嘛有落魄的一时呢，是不是啊？呢，我说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啊，各位，这在现在当下对整个世界人类的教化经济脉络啊，啊，较早大家拼死开的。便是糟蹋到物件，桌顶叫起来二四盘，跳跳跳跳跳到尾啊嘞，目睭金箍箍，我看也无食。我有一天会死，台湾大陆世界足济人真正会凄惨，真正凄惨到位啊嘛。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咱咧糟蹋物件的时，天看甲袂做哩，一天。一定让我们吓都够巧，无养成修福的习惯的时，有一天家己爱成立到这个故，跟咱台湾在选举的时，咱寄一个希望，结果世界经济发生这呢，那去怪政府无路用，哦，你看哦，资本平底那无米，无路个人流啦。啊，冰箱那无菜，无影偌好煮啦。若是平常时咱无养成俭的习惯，哈哈，咱一定有一天。苦也会拄着，落雨天、好天，啊，变化不一，这就叫做人生的无常，世事的无常。那么怎么办？咱爱对平常时去领悟，所以咱提倡着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啊，咱成立着微信电视台，三年来咱第一台。
国家准予咱诶卫星电视台。咱所弘扬的是要开发每个人的灵性，开发每个人的个性，开发每个人的尊严。咱毋是用我这个电视啦媒体来侮辱抹黑任何一个人。那些抹黑任何人，咱就毋对起啊，咱犯到滔天的大罪。咱家家顺顺。无迄个义务来甲咱打咱四大人糊涂，啊，就打咱四大人口业。但是做四大人的口业出去啊，子孙咱一定爱负责啦，免烦恼啦，唔要乱搞啦。咱咧互相相尊重嘛，大家拢天上如来的转世嘛，个人因缘无相像嘛，大家互相相尊重，互相相勉励，互相相开发嘛，咱唔通。各种的无实、无事实的这个语言来伤害着他人。那么这呢，就是如来所见众生诸相非相，不是表面迄尔。如来一定知影你内底是啥物件，内底咱所发生的代志的基本根源在哪里。所以咱微心电视台的成立，伫国历哈四月十一日正式开播。咱在三月二六就是四月十一日，王禅老祖圣诞的日，咱举办着水陆大法会护国设斋，祈求天灾永续，天运永续。啊，咱由所有的同修弟子上敬。上各种足济经来回向哦，恁的祖先，回向哦三界万灵，回向哦所有的法界需要的这万灵众生，会当仰仗佛力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就是咱宗门是安尼，你外表看我做唯心宗的宗门，看了普普无啥，你嘛唔知啊。咱唯心宗所有的现世同修，大家遐尼精进。做事业打拼以外，早时透早起来就上经回向给祖先，这是大爱呢。暗时做行话回来，啊，就上经给祖先呢。有一阵我打电话给咱这地主抽查呢，还记得我爸爸在诵经，哎呦，我真的呢吼，我也无挑工啊问讲，也无宣布啊。啊，咱若有的时候，爸爸都个甲师傅，那师傅打电话来吼，你讲我咧上经哦耶。啊无啊，啊毋知要卡，透早起来我就卡电话去，咱遐个有诶同修弟子诶厝，我们找某个人，啊，我妈妈和爸爸都一起在诵经呢，你是谁啊？我有白讲我师父啊，哦，我哦，好好好，恭喜恭喜，甲爸爸说，妈妈说恭喜，安尼尔啊，哦，所以各位咱宗门。表面你看咱大家哦，拢是咧学易经、学风水、乾地离震、顺坎乾坤啦、抽龙签啦、卜相卦啦、大人卜会老啦、囡仔卜会大汉啦。你看到我表面是安尼尔，你也毋知影咱为心内底啥？为国修道呢？为民积福呢？为世界人类的正福田呢？咱为心发问遐侪地主，大家嘛是伫安尼做尔嘛。所以你表面看到哦，我为心中的。哦，你在咧抽两千卜相卦，我你讲，你看着表面尔，你也无了解阮大家心内这呢慈悲，这呢伟大，你人有会看无啊？只要你有参与微心中的法门，咱的福报，我都有福报。所以往前多做咧，开始啊，所有一切经法。一切信佛圣贤的名，拢是法；一切佛的名，拢是法，叫做佛法。啊，佛法开始，咱的每个人，无论在世间，在天上，咱的内在的智慧是啥呢？拢在经中嘛。所以咱读易经以外，咱爱上经的道理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免惊人对人安尼讲，
也唔，大家也唔知我，我心内一如来是什么种个呀？哦，圆满佛啦，咱是咧圆满着社会，圆满着大众，圆满着名扬两界，有这个智慧啦，所以各位拢是圆满佛嘛。哦，所以各位你若了解以后咧，咱就爱升起、升起、欢喜心。啊，升起，咱咧有智慧的心。今日咱共修，咱嘛是大家共修在修正过去偏差的想法，修正过去偏差的方向甲行路。咱要来找一条咱内在心灵的和谐甲安详。啊，所以咱要从这开始做起。你看了所有社会一切现象，迄就是咱的老师，一切烦恼嘛，咱的老师，欢喜嘛，咱的老师，咱爱用立场来对换，我立场来对换，假使是你的时，我是要安怎想法？那么相对咱做事业嘛是安尼，我讲啊，做事业上金光经做事业未成功。我你讲上金刚经一切经法，你做事业才会成功。因为你爱了解到大家共同所需求的，了解到咱的尊严，了解到所有法界一切圣贤佛菩萨，因所来到世间要做的是啥？依法回友，依法回心。哦，伊也要煮真好面，一尊真好面，互咱食，互咱享受，咱也感恩。有人叫我要煮面，我就不要煮了，三五鬼一桶，是啥？油、盐、甲水，啊，敢敢做一个？啊，无该去，我就哭哭去。所以咱是啊，个人的领悟的无相像，个人的也智慧，咱爱来赞叹。啊，像我讲都讲我咧，是做这样个咧。中秋教啊，因个老师，哦，叫来十外个学生来讲要做中秋月饼，哦，甲因讲爱特别来做，因看，哦，开始，哦，囡仔就个人去找，摕来做，有诶摕漂白粉，有诶摕盐，也摕米粉，也摕什么，反正白都摕来，乱乱做些，来吹起来，结果。迄、那个中秋月饼啊，比这石头较甜。老师奇怪到底是啥？想讲无法咧，好过一遍。哦，老师就叫着我来，看下囡仔讲到这里。我开始，啊，大家拢去捉下囡仔。啊，想走就有，有诶走去摕味素粉，有诶走摕盐，有诶摕啥，摕摕无少想拢是白诶。哦，那夹起来。当然袂食你嘛，伊嘛怀疑个安尼啊，那么啥？所见诸相非相，人因所想诶，迄就是做面包呀，做饼摊诶，做些月饼呀，因诶想法不一样，所以各位世间足侪想法，各人各人无同款诶因缘，无同款诶体验，那么咱知诶时，咱冷静来看待，作为教育家己。看人台人放火，咱绝对袂用安尼爱甲囝教好。看人伫学堂，一定甲自己调整好，甲囝教好。这拢是老师嘛。所以所见诸相非相，这句话就是咱整个人生的全部，的修心养性。当然，《金刚经》伫世间的启示非常的多。啊，所以各位啦，咱今日大家拢有缘。共聚一堂，虽然恁无感觉有得到啥，我相信今日恁得到，恁的观念对人的看法绝对无相像，啊，绝对恁等于出去以后看代志，恁会更加客观，
啊，对圣贤所说的真理妙法，你将金刚经用在你的生活上，将金刚经用在你的事业上，将金刚经用在你的修行上。咱是干呐金刚经直直上，安尼就有法度解决你的问题。爱去悟，所以不悟犹如夜头灯。你唔悟，那就暗时直直是怕小小飞金果啊。啊，那就无窗啊门的时，你要得到光明无？无可能。现在即生，你若唔悟，你等待何时咧？再来游啊！等待何时，叫我得超度家己的心。如何叫我到咱的思考，才可进一步跳过去？哦，咱家三皈依，咱得爱有智慧为重。咱爱有智慧，唔叫我到通利大众。大众咪通你别人呢？通你家己自己的思想啊！想要通你想，通你家己的梦想嘛好，贪想嘛好，哈、啊，熬生气嘛好，哈、啊，咱个无智慧嘛好，咱只我着通你着家己呢。你若无智慧，你通你想呢？别人咪通你，别人是互相相对待，甲相尊敬。你周围的亲戚朋友、你的公司，咱是互相相尊敬，通你家己的心，通你家己的念头，这上重要啊！各位，咱既然每个月固定的共修发挥，咱委员各位动手啦，你若有时间尽量回来试哩，啊，回来中本山参与共修。啊，出去嘛是同款，咱就请圆林法师啊，教各位开发咱的自性的另外一个方法，由咱的法师所法师来正道，所悟到的真理妙法来讲，给各位大家做一个啊参考嘛好，或者来学习嘛好，或者心换心，心交心，这拢是好。所以各位金刚经是咱人开智慧的不二法门，啊，咱委员大家咧，哈，咱会当静心，哈，咱大家咧会当同时同占法益，哈，大家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如来果，甲佛果位，这是咱共修的宗旨。啊！为完咱大家共同来祈祷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啊，世界会当真和平，家家户户会当平安顺遂。等下，咱请圆道法师来为各位正道阿弥陀佛。